各位观众朋友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谈观音法门里的心经的五蕴皆空法门。那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用地水火风为我们解释了色蕴，然后用这个苦乐忧喜舍为我们解释了受蕴。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呢，色和受都是空的，那么行和识又是怎么样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摄影师傅。师傅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啊，师傅，我们知道了色蕴是空的啊，这个受蕴呢啊，苦乐忧喜舍也都是变动的。那么还有这个想，哦对了，想行识，对对，我刚忘了一个。那么想为什么是空的？想是一种观念，一种想法，一种思考，还有一种推敲。其实一个人呢，如果把这个时间拉长了以后啊，就会发现自己的思考的模式以及思考的这个立场、思考的角度都会啊在变。今天早上我有个弟子啊，在整理我的这个几年以来的这个开示，这是对我们这个僧团的开示啊。是。他这个把这个日期一天一天的排起来，这个年代一年一年的排起来。我问他，我说我这样子做，你为什么不分类，而是一编年体啊？他说这样子呢，让大家读了以后呢，就知道思想，师傅的思想在变，这个早期的师傅的思想，这是怎么样的啊？然后渐渐，一直到最近的师傅的思想，就是最近就师傅到快到晚年了，这个思想是不是在变了？他说，这个痕迹清清楚楚看到，就师傅在变化。是。这个我让他一讲啊，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啊。那么师傅他不，是师傅过去讲的话不算数啊，还是怎么样？我就问他，我说这变得好还是变得不好？他说这个啊很难讲变得好不变得不好，就是说一种不同的时段，那师傅的这个重点呢，就是讲话的重点，对我们僧团的弟子们讲话的这个重点不一样，可能体会不一样，感受不一样。体会不一样，感受不一样，还有呢，我们这个团体自己也不一样了。早期的环境也不一样。对，那回去早期人数很少，早期我们的范围很小，那慢慢的现在多了一个法鼓山，又多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，那又多了一个什么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大法鼓这个节目，我们也有4年多了。你这个小菩萨小巧巧，还在肚子里面，我们就开始了。对，那。就是拿我们大法鼓来讲，可能我的观念思想啊也有一点变的。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想，这个人的一个想法的思考的方式角度，以及呢深度多随着这个年龄成长。对，还有呢有的人是衰退的，这个年纪越大越糊涂，这个真的这个头脑不用了，书也不看了，那么这个现在环境也不清楚了，那跟人家这是唠叨。那这个我也常常遇到。那最近我去了这个荣总，我检查身体，我在候诊，在候诊的这个地方呢，就看到一位老先生。其实我也老了，我是个老和尚嘛。那么这个老先生呢就坐在我旁边，他说，哎，你不是电视上的那个和尚吗？我说是，我叫圣严啊，但你过去也是做军人呢、我说是，他记得倒蛮清楚的，很清楚。然后他就跟我不断的就一直啰嗦下去了，他讲他在军中的时候怎么在，他要告诉我啊很多很多的小讯息。其实他那个讯息，这是我们自己走过来的这一段，我不需要听他，可是他没有其他的好讲的。还有呢，加油添酱，就把当时那个环境、那个时代，我也记得清楚。但是他讲
讲出来的时候啊，是站在他的角度讲的，他就没有再讲到现代的状况，他这个人呢就停留在以前了，停留在过去差不多四十年以前的事。哇，四十年五十年前，因为我们来台湾呢、啊、这是五十年前我来的、嗯、你还没生呢。是啊，那他这个想这五十年前的这个一个想法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变呢？有变，嗯，但是他自己认为没有变，嗯，是这样子啊、哦嗯、那这个是呢，所以想也没有一定的，所以你在想的时候，这个是你自己的现在，嗯，这个你像笛卡尔，好像是笛卡尔讲的，我思故我在，对，那也就是说，当你自己思考，当你自己有思想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你。可是你的思考经常是在变的。是啊，我年轻的想法跟现在就差了很多。可能昨天的想法跟今天的想法也会改变。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，忽然觉得说想到佛法说，哎，不应该这么生气，马上就变了。对。但是忘掉了就生气了、就是说不该生气嘛，慈悲一点，对自己慈悲，对别人慈悲，就不生气了，所以也可能片刻就变了。就是在这个还有一个念头啊，就是一下子转变，本来说我好恨他，我好恨他，哎，刚才你讲到的啊，陈小姐讲的，一想到佛法呢，哎，我好恨他，不慈悲嘛，我应该慈悲他，不要应该讲恨他，马上这个观念念头就转过来了。对，所以这个想是代表着我的，事实上这个我也是不断的在变化，从过去的到现在的在变化的，而我们现在每一分钟甚至于每一秒钟，这个想的思考的这个方向和思考的重点以及思考的呀目的都不一样，所以是在说心猿意马，但我们那个心不断的在变，那就是思啊，就是想了。那个想，既然是不断的在变，可见呢，这个想也不是我，也不是永恒存在，不是永恒的我，所以就是空的。对，是。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从师父的开示里面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这个色身，我们的想法或者我们的感受。事实上呢，都是变动不居的，所以也都是空的，不值得我们那么执着。这里面呢，也有很深的道理在。更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跟我们继续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